松是它是长在岩石上面的很多、哦、像黄山上面都是石头而已，但是它还会蹦出来。松子啊，这样它就很硬了，就不会说被它那个风一吹，它就连根带土。你们开一门，反正怎么样，拿个时间。你那张画画一两个月嘞，早上还有在画的嘞。哎，是。老师心经。下两万多了，这应该下两万，光老师那边。在圣经的圣经里面的吧，老师这些心经下广不好。那回乡两三天先。你去也下雨。不容易呐，这是。哇，这下不容易啊！阿哥唔免拍机啊，我下个才清楚。哦，你下三年。我们比赛，我每一次哈、哦，每一次都自以为记得很好哈、哦，然后就一直写，一直写，就会落字，就掉了好几个字。所以现在哈、哦，一定要送礼，啊、哦，要看。还能正楷？不是，要送。这样慢慢写好了，写观自在菩萨，然后最后再看一下、哦、这个行深啥啥啥都没写好、哦、不能哦，自己一想就写下去、啊、就会跳。老师，请问你会写心经吗？哎呀，刚好还是写啊，我们要写啊，慢慢写啊。像他写给我的也是那三四个字，以后就写的话也那四个字不够不进，就没有写进去。他一定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啊，用的字一本就写，写到上尾都第人个只代志，还要写。像最后是，啊，一摆拢爱两点半就写一张，爱两点半张。像最后是，写到尾了第人，尾了剩个第人字，那写到尾了才那欠。这写你写的顺利点的，有时候是不行的。不能按照不写背起来，写两点半，写几点两点半钟，背起来写哦，都会错了，尤其是，所以一定要练一次，写好了再练一次，
然后再看，然后再写，还是会错。所以哦，就就不熟悉嘛，你呢？所以那个才会心平气和。自己也，我写一天，写一天，写一天。啊，这写拢一定按人往前写。啊，假如好的话，哪里会轮到你写啊？就是因为他有他的那个困难度，还有他会常常让人家迷失，所以你写。但是写完了哈，像后面那几句的话，哦，常常都会很高兴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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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错了。那个是让你静啊，静静啊。那就静下来，来下下午下午。会啦。啊，就下就睡。哎，下就睡一夜了。下午下午。个专门写。啊。写什么？写，很快写。会了，那个要写很小的字啊，我有写，我有写过了，写过哦，很累哦，眼睛。眼睛要看花啊，200多字，现在年纪大了哈，眼睛看到最后那个字都看不出来了，而且要停就要休息。高文碧还不笑脸？不是啊，那个不是半个小时要休半个小时，那个不是年轻或者是老的问题的，写到那时候哦，是一月11号啊，15号。11月15号。收回了，慢慢去。是九块。嗯嗯。要是四个零四的话，就要。